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读到第十四节，八节读到第十四节，好的，咱们一同来读。一二，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讲人的分，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所栽种的，必要拔除。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好，咱们先读到这里吧，咱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信息仰睁眼睛向神献上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开启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属肉体的眼睛关闭，属灵的眼睛开启。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因为你说你要叫瞎子眼睛可以看见，叫聋子的耳朵可以听见，长大麻风的得以医治，瘸腿的能行走，他的拿着褥子可以回家，死人都要从死里复活了。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寻求你的面，主，你必叫我们寻见，就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施恩给你自己的教会，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带领众弟兄姊妹明白你的救恩，把众弟兄姊妹领到你青草地溪水旁，使我们在那里得享安息。求你亲自来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找回自己，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享安息。求你亲自来带领今天的聚会，把这一点的时间交在你大能的手中。你若不看守城池，看守的人也枉然劳枉然警醒；你若不建造房屋，建造的人也枉然劳力。就求你亲自在这里复兴，将救恩真理传遍整个许昌这块土地，就求你亲自在许昌这块土地上成就你自己的大能，按手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身上，叫他们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的大光，因为你的光就显在我们中间，我们却不知道。就求你亲自来站在我们身旁，来医治我们的属灵疾病，就求你应允我的祷告，把你的瓦器托起来，让他带着主你的权柄和能力传讲天国的福音，引导弟兄姊妹的心灵，使我们每个人听见你的道就能明白，看见了就晓得。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的，阿门。好，咱们继续讲两种眼睛。昨天讲了一种是属灵的眼睛，一种是属肉体的眼睛。属肉体的眼睛能看见什么呢？看见物质界的整体，对不对？我看见属灵的眼睛能看见灵界的事情，是不是啊？属肉体的眼睛看到物质界的事情，所以这样有两种眼睛。通过圣经，耶稣基督说：“那瞎眼的，什么叫瞎眼呢？”现在法利赛人就是明显一个瞎眼的领路，对不对？他的眼睛就是没有属灵的眼睛没有睁开，属肉体的眼睛睁开，专门盯睛在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就外在肉体的行为。我们看第八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今天是听神的话呢，是听神的人的话呢，还是听鬼的话呢？这很关键。你的什么耳朵开通呢？你的肉耳开通就听人的话，你的灵耳开通就听神的话。你的肉耳开通了，就听人话和鬼话，这你都能听着。
但是你的属灵的耳朵开通了，你就能听见谁的话？是的，是的，谁的话？你属灵的眼睛要开通了，你能看到属灵界的事情；你属肉体的眼睛开通了，你就看到物质界的东西。所以亚当昨天这么讲到，亚当眼睛肉眼灵亮了，第一眼就看见什么？羞耻，对不对？第一眼就看见对方的羞耻，也看见自己的羞耻，所以他不能与神继续交往了，所以他就逃避神的面，躲避神的面。这时候和神不亲近了，和谁亲近了呢？和这个世界亲近了，对不对？他原来上帝造出来的，把亚当造出来之后呢，他和上帝之间有关系，和上帝如同朋友一样之间的关系。亚当就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就彰显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他眼睛开成了之后呢，分别善恶眼开成的时候，他专盯紧在人的肉体羞耻上，因为他知道善恶。今天有多少人就盯紧在人肉体上？耶稣当时，这是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耶稣当时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因为他没洗手，对不对？吃饭的时候没洗手，犹太人下看了说：“哎，你这吃饭怎么不洗手呢？”这正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了，是不是？犹太人看耶稣就吃饭不洗手，就是俗手吗？他们认为我今天这个手要不洗啊，那就是俗手了，洗完了才是圣洁的。所以把这样的事情呢教导谁呢？教导众百姓，教众百姓遵守这样的条规，这样的规矩。耶稣来了不遵守这个规矩，耶稣来正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了。耶稣整个做的事情是犹太人的绊脚石，你看他不守规矩，不守安息日，是不是？不守犹太人的那些律例典章，安息日则是从麦地经过，是不是？所以犹太人说：“你怎么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情呢？”而在犹太人的会堂不守他们的规矩，他们要洗手，耶稣不洗，是不是？耶稣上外邦人面前的犹太人不能跟那个娼妓和罪人坐在一起，耶稣来了就坐在罪人和娼妓的跟前，跟他们一起吃饭，是不是对他们来说是个绊脚石啊？所以他说：“你这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跟罪人在一起，是不是成为他们的绊脚石？”这不是瞎眼引路的，他们专心盯盯在什么肉体上的。你今天应当怎么做？你明天应当怎么做？全用自己的方法来教导他自己的门徒。所以这里边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嘴唇敬畏，也就是外在的敬畏，对不对？嘴唇敬畏就是外在的敬畏，心却远离了主，心却和神没有关系。现在有多少人用嘴唇尊敬主，心却远离了主呢？最后耶稣基督给他个评价说：“这是瞎眼的领路，都掉进坑里了，是不是啊？那眼睛没开，属灵的眼睛没开，是死的，光外面一个大肉体在那活着，给人看不是给神看，光彰显这个大肉体。所以耶稣基督说，那瞎眼的领路都掉进坑里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注重的外面的食物，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注重这些东西，注重钱财物质界的东西。耶稣进到圣殿里，他第一眼就看见他们在圣殿里干什么呢？本来这个圣殿应当是祷告的殿，对不对？他们把它变成什么贼窝呢？他在圣殿里干什么呢？做买卖，贩卖牛羊鸽子斑鸠这些东西，对不对？兑换银钱的什么都有了。耶稣基督最后呢用绳子做成鞭子把这些东西都赶出去，表明耶稣基督来洁净圣殿，洁净你的心。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的心里现在有牛羊鸽子斑鸠吗？没有啊。如果你里边有牛羊鸽子斑鸠，耶稣基督也会用绳子做成鞭子把你这个东西全部都赶出去，你这东西不能在心里，是不是啊？我们心里只能装谁？装耶稣。耶稣进到你心里，他成为我父的一个祷告的殿，他却把它变成了贼窝。所以犹太人呢，外面好像是服侍主，其实他在服侍什么？服侍自己的肚腹，对不对？他外面好像是在做属灵的施工者，其实他做物质界的，全在物质界里头啊，眼睛定睛在肉体上。耶稣
没有吃饭就洗手，对他们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啊，对他们来说是何等大的一个污秽啊，不吃饭就洗手，这多肮脏啊，是不是？他就在这责备耶稣。是在前面我们看15:1，那时也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在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是不是因为不洗手才来责备你，来询问耶稣了？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祖宗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什么治死他，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给的给你的已经做了什么贡献了，我已经做了贡献，我就可以不孝敬父母的，对不对？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全外在敬畏，对不对？现在教会中间用嘴敬畏你的多不多啊？就用嘴唇呐敬畏你，玩嘴的，对不对？现在教会中间玩嘴的多，玩心的特别少，用心的特别少。神是灵，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现在玩嘴。整个法利赛人就在这假冒伪善中间，叫人装出来的善，用肉体摆出来的善。我们今天是用肉体摆出来的善，是神儿子住进我心里，活出这个良善。你看啊，法利赛人现在注重的是外在，叫你外在怎么达到一种敬虔的标准，所以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所以耶稣说你是瞎眼的领路人，你根本就不是睁眼的，根本没认识上帝。吃饭不洗手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他不卫生哈，不卫生，吃饭不洗手不卫生。那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你话到底怎么说的？难道耶稣说话可能跟我们平常这个生活肯定是对立的，是不是啊？我们感觉吃饭不洗手就是肮脏不卫生，但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有病不有病不在乎你洗不洗手，那洗一千遍手的人照样得癌症，你信不信？那得不得癌症得不得脑血栓呢，不在乎你洗不洗手，在乎什么呢？上帝给不给你这病，上帝要给你的病，将来那个大饥荒来到大瘟疫来到的时候，上帝就看脑门上有没有神的印记，没有神的印记呢，那蝗虫就撵着叮，那撵着蛰这样的人，那瘟疫呢就撵着这人问，你怎么洗手也没有用，你怎么戴口罩也没有用，谁要灭你的时候，谁要叫你得了脑血栓，你怎么防也防不住，你信不信呢？你试试防不信，你试试看。神说我要叫你得脑血栓死，你跑不了，你肯定不是癌症死。神说我要叫你得一个脑梗死，你肯定不是得心梗死，信不信？神要叫你70岁死，你肯定不能活到71岁，你信不信呢？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这话是最对的。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苍蝇专门在那埋的地方吃，你信不信？他没有说苍蝇得病的，你信不信？苍蝇没有病。那狗就是在那最污秽的地方吃，它也没有病。人越想我今天洗手，今天越好好越干净干净，洗一百遍，该得病的时候就得病，你信不信呢？这就是耶稣说话和今天这个生活正好是脱节的。为什么有的人反对耶稣说话？用理性来想，耶稣说的话不对。你看，死人就能活，是不是？你看长大麻风的就能得医治，生来就是瞎眼的人就能看见，瘫了38年的人从起来拿着褥子回家了，可能不可能？用人的头脑就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死了4天已经臭了，从坟墓里出来。
能信得来吗？可能用我们的想法总是在那衡量，上帝是不可能啊，这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神就在这个地方，这叫神了，他跟人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呢，他看见耶稣基督不洗手，就觉得这是怪人；他的门徒也不洗手，觉得他带领这些门徒都是一些土匪，这不是从哪，不知道从哪来的，怎么能吃完不洗手？那多脏啊！就来问耶稣，是不是啊？为什么你的门徒不洗手呢？用俗手吃饭呢？耶稣怎么说的？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当时是行啊，那就照你们的吧，我在什么人中间就做什么人吧，我就去叫门徒洗手吧，叫人得衣服。耶稣有没有说？没有说，没有说，他怎么做的呢？去责备门徒，还是责备法利赛人呢？哎，他是去责备法利赛人，他怎么责备的呢？他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呢？你不是守律法吗？你守律法就守全，但是你犯了神的诫命啊！”耶稣就讲：“你说孝敬父母，但是你却以为给父母当那个你给父母当孝顺的啊，你给父母当给的那个给他那个养生的钱，然后你就说什么我可以不孝顺父母的，就可以离开他。”说你这是没孝顺父母，耶稣说的话就堵犹太人口子，就意思你孝顺父母因为达到，是不是？你说圣经说不可贪心，现在你已经贪心了；圣经说不可奸淫，你已经奸淫了，看着妇女动了淫念了，是不是？圣经说不可杀人，你现在已经杀人了。你虽然没有用手杀人，但是你的心恨别人就等于杀人了。你恨别人，说想杀耶稣就等于杀人了，是不是？这个标准高没高？耶稣这个标准高不高？耶稣标准高的目的是要叫犹太人知道，今天没有一个是义人，你们都不良善，你不要在外面拘守那些人间的遗传，古人的遗传，叫你来信耶稣，对不对？你耶稣来不是叫你守诫命的，耶稣说你没有守诫命，你不能靠自己守诫命，今天你必须来信我，因为你没守住，证明你是罪人，你没有权利说任何的人。所以这里面耶稣在第八节说，这百姓用嘴唇敬畏我，心却什么远离了我，他将人的吩咐当道理来教训人，所以也拜，他说拜我也是我，是不是拜啊？你不能说那些人不拜我，现在有多少人都在拜，但是拜和拜一不一样呢？一样吗？怎么不一样？有两种拜法，一种是心灵诚实拜，一种是嘴唇敬畏主，心却远离主，这种拜。所以这里面说拜主枉不枉然，这就是耶稣说都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走进神国。这群犹太人在哪里活的？宗教里。这群犹太人在宗教里活的，能不能得生命呢？现在就举手这个古人的遗传，这也不行，那也不可，把无罪的当有罪的来定，能不能进去天国呢？能不能得生命呢？耶稣来是得生命，他不要生命，他要什么呢？就举手那些古人的遗传，老祖宗的遗传。现在有多少人举手那个老祖宗遗传呢？谁要说雅各的四条要不守，那你就是异端，就把你定为异端，就走那些古人的遗传呢？他们现在注重的是什么？吃的、喝的、用的。耶稣当时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是不是？现在这就是瞎眼领路的证明，对不对？现在教会中间，你怎么知道他是瞎眼领路的？他注重外面宗教的仪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注重外在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对不对？宗教的宗教礼仪，注重的外面是吃的、喝的、用的，注重的是饮食，注重的
年份，出生这些东西，出生什么呢？节期、日、月、朔，日子、节期、月、朔，还有年份，出生这些东西。注重吃的、喝的、用的这些东西，注重外面的礼仪的东西。现在这就是他假冒在瞎眼引路的这个证明。现在你看教会，你不用别的，你看教会现在不注重什么呢？不注重归回圣经真理，不注重回到圣经里头，开始归回圣经真理。但他不注重归回圣经真理，在哪里活着？宗教、吃喝用这些东西，就证明这个现在这是活在哪里呢？在宗教仪式中间活着。现在哪个教会你可以看，你可以走一下看，注重什么？注重圣经归回圣经，查考圣经真理，还是注重那些礼仪的，把旧约的东西搬出来，去拘守那些旧约的那些律法。第四点是守祖宗的遗传，祖宗老祖宗的遗传啊，守祖宗遗传呢，耶稣说你们因为守祖宗遗传就分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就是律法，律法所有的律法包括了那些礼仪、节期、吃喝用，最后他的总结是谁呢？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爱，你去掉了神的爱，你去守这些东西去，所以这就证明他是个假冒为善的，全在外面，在旧约里，在宗教仪式中间活着。耶稣基督在旧约里头，他就上帝在旧约里，他就是告诉人要用真实的，用信心来仰望这位神，不是叫你守那些祖宗的遗传、虚浮的外在的那些礼仪的东西。但是法利赛人就守这些。我们看耶稣基督当时说：“凡不是我父天父栽种的，故必要什么拔植呀、啊？神今天兴起了人在这地上做拔植、做拆毁，啊，做毁坏这样的工作。”凡先前的栽种的不对，上帝都要拔除，要重新建造。不拔除原来的，没有办法建造。因为里面的东西需要往外拔。你从前领受的一些宗教的东西需要往外拔。你从前领受的不吃这个、不喝那个、不用这个，要需要往外拔。生活中间的东西要往外拔。吃喝用是生活中间的，和生命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没有关系的。现在有多少人用吃喝用生活的东西，日子、节气、月错、年份这些来在教会中间当绝对的真理来传呢？是不是啊？把那祖宗遗传的东西当绝对的真理来守呢？把那些律法那些规规条条当做绝对真理来守呢？现在需不需要守那些祖宗的遗传呢？耶稣在这里已经是告诉你，你守祖宗的遗传就是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他的律法的总结就是谁了？就是基督了。你废了神的，就是说你来抵挡我来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你却抵挡他，你为什么抵挡他？就是因为这祖宗的遗传的东西，这宗教这些东西、礼仪的东西、吃喝用这些东西，都在这上讨耶稣巴柄。什么耶稣吃什么了，喝什么了，在安息日不可动什么了，掐麦穗了，就这些事情，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若真的认识上帝，就不可把无罪的当作什么有罪的来定。那门徒饿了在麦地里经过掐麦穗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啊？大卫饿的时候他拿了陈设饼在陈设桌上的陈设饼吃，可以不可以？可以的。羊掉进井里去了，安息日那天去把它捞出来，可以不可以？可以的。那为什么犹太人就拘守这些东西呢？现在不让动这个，也不让动那个，全在这里头。
他为什么来责备耶稣了呢？地上的人，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人来责备天国的王子。耶稣是天国的王子，所以他因为瞎眼是瞎眼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看见，对不对？不认识耶稣的。我们看马可福音七章第十九节，七章十九节，往后翻，马可福音七章十九节。我们从七章，从七章第六节开始看，七章六节开始看啊。怎么呢？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时候你拜主也是枉然，你虽然也拜主了，但是是枉然的。所以有多少是宗教徒啊，都在那拜，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现在教徒中间怎么蔓延着人的吩咐，竟是人的吩咐，不是神的吩咐。你要倒空认清啊，你要不道空，有一条没道空，你都是罪人啊。这是人的吩咐啊，是神的吩咐啊。那有没有人遵守呢？圣经哪个地方就是告诉我，道空认清了才是义人，不道空认清了就不是义人了。十字架强盗在那正定十字架呢，耶稣有没有告诉他，你要道空认清啊才能进天国呀？你要不道空认清，我今天晚上你就跟我没有办法，今日你就没有办法跟我到乐园里。有没有这么说？耶稣有没有吩咐十字架强盗？有没有耶稣有吩咐十字架强盗？你看看我流血了，我正在流血呢，你要想信我，你必须用宝血厚厚涂。有没有？这是不是人的吩咐？是不是瞎眼的人？你灵眼未睁开是别人教给他的。我问丁子，你信耶稣是别人教给你啊，是圣灵在里边感动的？圣灵在里面。你这个祷告是别人教你的祷告，还是圣灵感动的？是假冒伪善出来的，还是装善出来的？啊，这个善是怎么来的？别人教你，叫你去那个道公认清的祷告，你就道公认清吗？有没有这话？圣经有没有一句这样的话？从旧约到新约的，我没找到一个道公认清的。根本就没有这话，为什么有人能相信呢？你相信这话没有圣灵的引导，你相信这话，你是相信的是别人教你的，对不对？是人教导你，不是神教导你。十字架强盗他最后得到一句话，就说：“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句话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彼得说：“你是上帝的弥赛亚。”这句话是从神来的，是从血气来的。从神来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被神引导的时候，圣灵会在你里面替你说一句话。这句话并不是人教给你的。撒该说一句话，撒该呀说一句话，撒该说一句什么话呢？当他接待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撒该说：“主啊，我把我一半分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四倍的什么。”后来耶稣讲的话说：“救恩临到这家了，是不是？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不要拯救失丧的人，是不是？”好，耶稣这样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说：“救恩临到这个家了。”这句话是因为撒该做完的事情了之后的呢，用立功之法换取的救恩临到这家，还是耶稣基督主动说撒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是神亲自拣选撒该，还是撒该拣选你？是撒该做立功之法，把一半分给穷人，另一半呢，谁要讹诈了谁就四倍偿还。这是圣灵在里面感动的，
对不对？做的事情是不是他装出来的？是不是通过别人学来的？撒该这一系列的动作是吧？急急忙忙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接待耶稣，都是在圣灵在引导他、感动他，对不对？好，今天我要问弟兄姊妹，别人教你道不认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别人教你，你今天跪洗衣板啊，你祷告，你要是不跪洗衣板，肉体要不受苦，那神就不听。啊？哪个地方跪洗衣板？圣经有没有一个地方跪洗衣板？那你跪洗衣板，你肉体苦待己身，修炼。啊，你把膝盖跪破了，跪断了，能不能蒙上帝的悦纳？你这叫苦待己身，这是立功之法呀。有没有一个圣经的告诉你要跪洗衣板的呢？在那地方祷告，祷告的时间越长，主就越听。圣经说，他们以为祷告的多，必蒙垂听。耶稣基督有没有告诉你祷告多就能垂听啊？没有，这是不是假冒为善的人啊？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眼睛没开启呢？你就看他是学人，是通过人学的，还是被圣灵感动的？去举手那些宗教仪式，吃喝用，还节期月朔安息日，这守各样的宗教的礼仪，以及守祖宗的遗传，你就知道这个人现在眼睛没开启，他的灵眼没开启，他的灵眼是瞎的，现在是肉眼。法利赛人就是肉眼开的，对不对？耶稣才说你的瞎眼的领悟的，睁眼瞎，盲人骑个瞎马，是不是？盲人骑瞎马会有什么结果呢？毫无目标的走，不知道往哪走。本来他自己瞎，骑的马也瞎，俩一起瞎，一起掉坑里，对不对？现在有多少人是盲人骑瞎马？没毫无目标的走，你问他往哪走，他都不知道。这信耶稣目的是什么，他都不知道。毫无目标、漫无目标的往哪走，全都笑话法利赛人。现在也有人这么说，说法利赛人的啊教训你们要听，不要笑话他的行为。所以就开始归效法行为，就行为办好，法利赛人行为没办好，我办好，是不是有人这么理解圣经了？说把法利赛人的他所讲的话你要听，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所以他去听法利赛人讲话，听完讲话了，但不要效法他的行为。你知道法利赛人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吗？法利赛人的行为他是装出来的行为，你去效法他装出来的行为啊？耶稣讲的法利赛人的行为，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就是意思，你不要在这装，你装你也是法利赛人，你光靠肉体反，你反出来你也是法利赛人，你不要跟法利赛人一样瞎眼，你瞎眼了你也跟法利赛人一样。法利赛人守律，祖宗遗传你不能守；法利赛人守礼仪，宗教礼仪你不能守，这叫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全是做外人，全是嘴唇敬畏主，心却远离主。但是你今天却不要效法法利赛人这样的行为，假冒为善的行为，听懂吗？我们要效法什么行为呢？啊，要效法诚诚实实的接待耶稣基督，耶稣说什么我就相信什么，这叫不要效法法利赛人的行为。有许多人说法利赛人没守好，我再继续去守，这是上耶稣基督要说话的意思吗？啊，耶稣说话是这个意思，就是意思法利赛人的行为不好，你应当听，不要效法他的行为。他在讲话你要听，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他行为没行好，你再继续去守律法。你行为你要去守律法，你跟他一样的假冒伪善，你是守不住的。耶稣说的意思，他在宗教里头，你不要在宗教里。他没有接待耶稣，你要接待耶稣，就这个行为，对不对？他不凭信心，你要凭信心，这个行为，听明白吗？有的人多少人呢？不要效法法利赛人，听他讲道，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所以他行为不好，我的行为得好一点，得板住啊！是不是有这样想法？啊，从前是不是这么讲的？啊，这又是一个误区，这又是一个误区啊！你看讲一讲就知道这个误区在哪里。法利赛人没守住，所以我去守，我必效法他行为。他没守住，我现在一定要守住，是不是这个意思？完全是错误，完全是错误。他靠肉体没守住，我今天我得靠肉体守住啊，
是不是这个意思？有多少的教会是把这个这段经文解释成这个样子了？他为什么我要守住啊？他守这个祖宗遗传呢，他没守好，我再接着去守，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行为，耶稣说法利赛人的行为就是瞎眼引路的行为，你们知道自己眼瞎还听引路，你说有没有祸呢？我看啊，耶稣基督说啊，他为什么要把这句话反复地再说，这四福音中间都做了这个见证。第八节，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又说你们诚然是废了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当说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什么根本，格尔板的意思就是贡献的意思，是吧？以后你们就可以容他再不再孝，不容他再孝敬父母了。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什么道了？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情。耶稣又对众人说，对他们说，又对众人说，耶稣又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现在你听谁的话呢？是都要听主的话呢？是听人的话呢？你看这整个教会中间，现在整个在人比较多着，整个在听人的话，不听主的话。耶稣说你们都要听主的话，但现在都要听谁的话？耶稣明说了，他们废了人的祖宗遗传，啊，废了神的诫命去拘守那些祖宗遗传，这是对是错？你想想看，今天在这里活的多不多？活的日子，我守的日子，守节期，守月朔，守年的。现在有没有守月朔的？有没有守节期的日子的？有没有？在哪里活的？守吃的，守喝的，守用的，有没有？不信你就看，这样的教会多的是呀。耶稣有没有告诉你要守节期、月朔、安息日？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告诉你守这些食物饮食？有没有？耶稣有没有告诉你活在宗教的礼仪中间？有没有？耶稣就把宗教礼仪那种敬拜和今天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给它区分开了，对不对？神是个灵，敬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不要在那祖宗遗传里活着。好，咱们再继续往下看。你注意看第十三节，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门徒就问他是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耶稣讲这话是讲说吃饭不洗手进到从里面从外面进去不能污秽人，门徒有没有明白？有没有明白？也不明白，信徒还问耶稣吗？明白明白，他根本就不明白，所以他在问耶稣，进了屋才问耶稣。耶稣说：“你们也不明白了，啊，因为下面耶稣讲话，岂不晓得？岂不晓得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说因为不是入了他的心，乃是入了他的什么？”肚腹了，对不对？肚腹和肚心一不一样？好，这我不分开讲，怎么讲？我现在吃食物，我吃饭的时候，早晨起来吃饭的时候，我入了哪儿了？入了肚腹了。我信耶稣入哪儿了？入心和入肚腹一不一样？我吃属天的粮食，入里边的心人的。我吃地上的粮食，我入哪儿了？入肚腹了，一不一样？不一样。那现在多半的人不都全守在这里头吗？守在遗传里头了。全这也不行吃，那也不行喝，
使那些节期月错不全在这里，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在这里活着。法利赛人就在外面盯你的肉体，眼睛因为他的肉眼开了，就专门盯你的肉体，你的肉体有什么毛病，是不是啊？都看你肉体有什么毛病，谁他都盯，连耶稣他都盯，那我们他们也盯，你信不信？你就记住一个人到底他重生没重生，就看他哪个眼睛开了，不在乎他今天，这个人心里早晚，不在乎这个人心里多长时间，只在乎耶稣说他哪个眼睛开了，肉眼一开，他这个人就往哪儿盯，往肉体物质界上盯，对不对？灵眼一开，他马上这个像物质界的眼睛马上就什么关闭，他往哪儿盯？往灵界盯。你记住，一个人重生没重生，你自己来衡量一下，你用什么来盯别人？以外貌来观别人吗？还是真实的在生命中间去衡量一个人？你是怎么衡量的？我想要亚伯拉罕在我们中间，有许多人把亚伯拉罕赶出去。这神的工人，亚伯拉罕神怎么招出来的？竟然做这种事儿，娶了夏甲，是不是？上埃及两次逃往埃及。都对亚比米勒王说自己的妻子是自己的什么妹子，这要是我们的话坏了，能把亚伯拉罕赶出去，你信不信？人公然做这事吗？你看整个的创世纪里，你看整个的创世纪里，往后看那些圣经记载那些上帝所使用的人，没有一个能达到法利赛人的标准的，你信不信？法利赛人要求你这个人达到一种什么标准才能成为神的工人，你信不信？所罗门在我们中间保证被赶出去，你信不信？提前嫔妃又去拜外那个外邦的偶像，是不是啊？对不对？大卫数典以民，自高自大，数典以民。大卫杀死了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对不对？这要在我们中间害了，你看看，雅各骗了哥哥，骗了父亲，骗了舅舅，把舅舅家所有的羊全都骗来，把舅舅家四个女人全部骗来。这要是我们，早就被赶回去。这样的人，你还做什么工人？上一边待去吧。你是不是得这么想？啊？到我们中间了，非得这样做。但你不要去忘记了，法利赛人他注重的是外面，但耶稣今天讲的不是外面的事。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是不是？”当我们往往把主的话就当做字句来守，不是把主的话当做生命，生命来吃进去，来相信你住在生命中间，是不是啊？亚伯拉罕再不好，上帝一次没责备过他。在圣经你可以查考，你看有没有一句话上帝在责备亚伯拉罕？这是你，你可以看，有没有？挪亚再不好，吃身肉体，上帝没有责备他，与上帝约没有那么记载，是不是？亚伯拉罕不好，上帝叫他成为信心之父。大卫不好，上帝叫他写了诗篇；所罗门不好，上帝叫他写了传道书和箴言书和雅歌，写了三卷书，对不对？不好的，咱们就把不好的挑出来，是不是啊？咱们把不好的都拿出来。上帝说使用不好，以利亚不好，上帝用他在加密山杀死458的先知，没用你。你这个常常说别人不好的人，上帝没用你。约伯在旧约里头是最好最好的，他的行为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是不是啊？但上帝却重重地给他一张法令，为什么？行为不好的没被打，行为好的被打了。你们从来看过经文吗？啊，看没看？看完怎么想的？行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天天叫儿女自己，
是不是啊？儿女自节的儿女被砸死了，十个儿女全部被房子是吧？刮起风，击打四角，房子四角，最后房子倒塌，把儿女全砸死在里面。啊，想没想过？行为好的被砸死，行为不好的，上帝一次也没刑罚他，那什么缘故？因为约伯立谁的义啊？立自己的，不认识神，对不对？亚伯拉罕立谁的义？立神的义。所以上帝不责打他，也不责备他，相反倒祝福他。你想到了吗？想没想到？人总是把眼睛，这个法利赛人总是把眼睛盯着。现在那个时候有法利赛人，现在也照样有法利赛人，就往弟兄姊妹眼睛，就往弟兄姊妹的身上、肉体上盯。我昨天讲，你什么时候你的肉体眼睛关闭了，你什么时候就不挑弟兄姊妹的毛病了？你什么时候死了，你什么时候就不看弟兄姊妹眼中有刺了？你眼睛关闭了，其实就看不见物质界的事情。你眼睛一关闭，就挑不出来弟兄姊妹的毛病了。你经常在后面走，看着弟兄姊妹后脑勺这帮有蜘蛛啊。你说你是在他前面，是在他后面？他叫你看见，证明你这个人比他更不好。你只能看着别人后脑勺，你还在后这人的后面了。不是要叫你去指摘。不是要叫你去挑毛病，而是上帝叫你看见哥哥，你知道你自己比他更苦逼。你听懂了吗？这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这件事？所以他把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当做一个标准来，金钱的标准啊，有金钱外貌却被金钱的使用啊，拿金钱当得力的门路，是不是啊？现在教会中间拿金钱当得力门路的多不多？耶稣明讲这句话，说入口的乃是入了他的肚腹，不是入了他的什么心，所以不能误会人。你吃什么都是入肚腹，都不能误会人，对不对？就连那些礼仪、月坐、安息日、饮食，都是预表其中，对不对？都是预表其中。新约已经明显了，它是预表的人，不是预表的动物，不是叫你不吃那动物的这个，不吃动物的那个。动物的头能不能吃？羊头能不能吃？羊尾能不能吃？羊肠能不能吃？说，就羊身上回来。羊肚能不能吃？羊肝能不能吃？羊肺能不能吃？羊排能不能吃？羊肉能不能吃？除了羊粪不能吃，羊肉不能吃啊，能不能吃？论吃就在羊身上，羊身上所有的羊蹄子能不能吃？能吃啊。羊血能不能吃？你看这个就害怕了，这个就是羊血能不能吃？说怎么能行？一直说到这个地方就吓了一跳。羊血能不能吃呢？圣经怎么说的？说靠着我们看一段经文啊，把这合上，看一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一章四章一节，能不能吃你自己看。所以法利赛人是注重外面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注重的那钱财、名利、地位都去。外面架这个，摆这个宗教的那个仪式，摆这个宗教架子，里面却搞的是政治经济，搞的是物质界的东西，并不是搞的不是信仰，纯正的信仰。四章一节，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找到没？圣灵您说，谁说的话？圣灵您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去道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是吧道理。那具体什么是鬼魔道理呢？就看谁这么想的。他们什么？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什么假冒。他们的良心，说这本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一般，总被热铁烙啊
你回去用热水总是烙这个地方，一开始疼，最后就不知道疼了，为什么？总烙不烙这个地方来？啊，烙失去了知觉了，对不对？烙死了，这已经烙死了，他就不知道疼了，对不对？那个伤口啊，就过去那个战争年代，把腿叭就崩掉了，就炮弹崩掉了之后呢，用这个热烙已经烧热了，开始疼，再烙一下就不知道疼了，因为这个地方的肉全部死了，就不知道疼，就用那种方法，所以这如同被热水烙惯了的，烙惯了表面麻木了，不知道疼痛了，对不对？大家看，这。是因为说谎是人假冒，这些人的良心如同被热水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了。你注意看，两个禁止啊，还有禁见什么？耻辱。下面看，就是神所造的，就神造的，这乃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人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什么？好的。若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了，客气的，这是保罗说的话，是第一样啊，这是保罗说的话。下面说什么？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什么？成为神的。这个凡神所造的就能吃的，你平时感觉能吃的，那你就吃。别人说这已经吃也不是嫁娶，那误会呀。男女在一起的多不会啊，是不是啊？这是佛教的道理，佛教的，基督教没有这道理，听懂吗？基督教有没有告诉你在那地方？嫁娶就是污秽，有没有这句话？嫁娶就不圣洁啊，诗歌就不圣洁啊，说凡神所造的物都是什么？不是感谢的领受，就没有一样可气的。有没有告诉你啊？那地方可以吃，这地方不可以吃。保罗他是上帝呼召对外邦人做使徒，对不对？保罗有没有说这话？不行吃那个，不行喝这个，有没有说？没有说。那法利赛人他今天就注重在这上面，就注重在上面。犹太人就注重在上面。什么吃饭不洗手了，什么这个也不行吃，那些不行不摸，那些不能动了，都是祖宗的遗传，是不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清不清楚？保罗也是法利赛人，但是他是蒙召以后的法利赛人，对不对？蒙召以后的法利赛人和那些正常的法利赛人一不一样？保罗现在被光照之后明没明白救恩，他现在明白，明白救恩就直接说圣灵明说，是不是圣灵说的话？不是人说的话，对不对？圣灵跟你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道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什么道理？这是鬼魔的道理。我们再看提多书，提多书，提摩太后书后面就是提多书，一章。第15节，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没有告诉你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最后告诉你，还找一些旧约的经文，告诉你不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提多书第1章15节，找到吗？在洁净的人，凡物，什么叫凡？你要懂什么叫凡物，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保罗有没有说这个地方可以吃，那地方不可以吃？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什么？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了，连心地和天良的也都什么？污秽。是因为他污秽了，他心里肮脏了，对不对？不是那食物，而是他心里，他觉得这个东西污秽了，再查就污秽了，对不对？就是罗马书第14章说的，对不对？在不洁净的人，他就觉得什么都不洁净了；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
这主要是一生的果效由哪发出的？心发。他的心不洁净的，他总觉得什么都不洁净的，是不洁净吗？凡物都洁净，只是人心以为他不洁净，再他就不洁净了，对不对？人觉得他污秽，再他就污秽了，是心的作用。所以在这里面说什么？连他们心地天良也都什么污秽，还心未洗净，对不对？他感觉什么都是污秽，总用肉体的东西来成就上帝的旨意，对不对呢？我们现在信耶稣之后了，用肉体成全，对不对？用肉体成全，对是不对？加拉太教会就是这样啊，用肉体成全。你今天效法犹太人这套假冒伪善的东西，这一套礼仪的东西，靠手遗传，靠手律法，靠手规条，还是今天要听耶稣的话啊，听保罗所教导的？保罗有没有告诉你举手那些遗传的东西？你这不是假冒伪善、瞎眼有路的人吗？啊，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这样的经文我能给你找一大堆呀，但是我不能一一给你找到。我给你找到一些经文，你就知道，入口不能污秽人，入口运到哪里去了？肚腹里头，变到哪去了？茅厕里头。没有入了他的心，所以不能污秽人。入心的才污秽人，对不对？入口的不能污秽人。这耶稣说的话，你既或不信人的话，耶稣的话你也应当相信呐。啊！现在的教会中间信耶稣的人特别少啊。我说这话好像是有点太武断了。有的人说你这话太武断了。我说现在在教会中间都聚会的人，信耶稣的人很少。你信不信呢？我说这句话好像你有人说你这样不对呀，那这么多我们不都信耶稣吗？耶稣说都还主啊主啊的，不能都信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天父告诉你是叫你去走那些东西吗？那律法的规条和那些礼仪，又说安息日饮食都是指向基督，对不对？都是给利未人设立的。我们是犹大人，我们是犹大支派，为何守利未的支派，守旧约的一个规条呢？纳十一按照旧约的，不按照该谁给，不按照圣灵带领。圣经没说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现在不靠圣灵行事，靠旧约的律法规条行事，做奴仆。旧约是奴仆的奉献，新约是儿子的奉献。儿子奉献是被圣灵感动奉献，奴仆是被律法规条辖制奉献。不奉献打死你，咒你，是不是？旧约是立位的，给犹太人立位的。新约是给他儿子的，给外邦人的，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能不能一样呢？啊，你能不能把这个相提并论呢？旧约的奉献和新约的奉献也一样，旧约那些饮食的东西能不能拿到新约来使用呢？应不应当呢？应不应当像法利赛人这也不吃那也不喝的啊？要不要呢？弟兄姊妹说要不要？对呀、啊，明显是在宗教里活着。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看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第四十三章第八节，晓得吗？晓得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道理给勾引了去。这是怪异的道理，因为人心靠什么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靠什么饮食，是把饮食抛在外面。用邓总，你告诉我，你能吃起来？能。以前有人就跟你问我，我说爱吃你就吃，不爱吃你就不吃。你吃的不要论断，不吃的不吃的不要论断吃的，好不好？这里边说，有人被他诸般怪异的道理勾引了去。是不是？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好。旧约那些饮食，那些动物污秽不洁的动物，是指外邦人说的，不是指动物说的。旧约那里那些洁净的动物，是指犹太人说的。最后彼得建立一项是外
叼着个大兜子，是不是？他天上出这个最些个大兜子，里面装着各样有力的动物。神的使者告诉他，快把它宰了吃。彼得说，我是万变为圣，岂能食那俗物呢？后来神的使者告诉神所分别为圣，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俗物。意思外邦人要得听福音之道，因信耶稣基督也要得救。谁要拣选外邦人？那污秽不洁动物不是指动物，而是指那些污秽不洁的外邦人。怎么都把它当动物了呢？人怎么这么糊涂呢？那是讲动物说的吗？这里面讲什么？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对不对？并不靠什么，也是已经靠，不是靠吃这个喝那的。耶稣已经讲完了，入口都不能入非人。如果今天说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喝，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保罗直接就在十三封书信正常的书信一定会提到的，希伯来书也会提到的，整个连着从那个往后一直到启示录都应当提到一次的问题。雅各在前面提的，在最后在雅各书中没提，在使徒行传提那一下那一句，在后边就没提。啊，在前面提完了，在后边自己推翻了，用自己的话把自己前面使徒行传所说的话全部推翻了。你也不知道那是咋回事，拿完就手就把那几条滴溜出来就去烧。你说你糊不糊涂啊？不看前不看后，现在就是有一些老年人看圣经，一大早上起来看圣经，那装敬虔，穿的都是穿的中山装，拿那个兜子，那兜子破破烂烂的，拿那么一个兜子，啊，一个小兜装着圣经，装着个赞美诗歌本，穿着个板鞋，啊，剃个光头，啊，来的时候到屋里来，就是仆人，打扮的仆人的样子，外面是仆人，其实里面不一定是。早上看圣经，简单翻翻翻圣经，看哪块经文好，经节呀，看一下，看这个经文，也不看前，不看后，拿着这段经文背一背，背住了之后呢，这段经文就开始教导弟兄姊妹，看不看到了？这里边告诉呢，雅各在使徒行传里告诉外邦人要守这四条。我问弟兄姊妹，守一条律法是在律法下，是在恩典下？守两条是在律法下，是在恩典下？守四条是在律法下，守十条是在律法下，是在恩典下；守613条是在律法下，是在恩典下。我们一条律法都不能守。他们想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功夫都不能容让顺服。保罗在后面的推翻雅各书去记载这些规条，禁止食物，禁戒嫁娶，禁戒这个，禁戒那个，是不是？保罗说不用禁戒，信心大的百物都可以吃。信息小的只吃蔬菜，白露都可以吃，对不对？这里面说什么？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靠饮食。下面说，那在饮食上，是吧？注意看，那在饮食上关心的，从来也没有得到什么益处的。什么叫益处呢？益处是什么？就是从来不会得到好的。我在饮食上关心，我就吃这家，剩下什么也不吃。现在安息日就是干这个，就是讲我们像全身中肉体的，像瞎眼的，对不对？瞎眼的文士，瞎眼的法利赛人，有祸的。我们再看民后二章十一节，民后二章十一节，有的人他是为利。或者主的道，他为什么用叫你吃这个不吃那个不喝那个呢？就用这些饮食的东西节食的东西来混乱主的道。懂了吗？十七节啊，二章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注意看这句话，许多人为利混乱主的道，饮食这些东西是肉体上是精神的应许。你听了啊，饮食这吃什么喝什么，这是继承的应许，和我今天信道一不一样？信主的道一不一样？怎么不说话呢？啊，我今天信主的道是来什么应许？
我今天吃这个喝那的，那是今生的应许，是不是？我吃这个喝那的，能不能影响我得救？啊？不能影响得救。好，咱们看这个经文，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有人呢，是为利混乱主的道。法利赛人为什么会瞎眼瞎到这个程度呢？他是为了利混乱主的道。我们先看一段经文，法利赛人瞎眼，他是为利混乱主的道。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节，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标榜起来，要立自己的义，不服神的义呢？因为法利赛人本身瞎眼了，金钱弄瞎了他的心眼，对不对？他现在天天盯盯在这个物质界上，他并不盯盯在属灵界上，他眼睛是瞎的，他里边的眼睛是瞎的，是不是？我们看十四节，小子们，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爱钱财，对不对？他就因为钱财才拒绝耶稣的，因为他在店里头，他正在搞买卖，耶稣进去就把钱，把所有兑换银钱全推翻了，用绳子做鞭子把那牛羊鸽子斑鸠全轰出去了，是吧？推倒了兑换银钱的桌子，他能不能生气啊？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把耶稣就杀死，因为你影响我干啥？做买卖呢？法利赛人到底是贪心上帝还是做买卖呢？做买卖。宗教今天有许多的宗教，它是在信上帝呢，是在做买卖呢？做买卖。所以他是在做买卖，不要把这个把宗教和教会分开。宗教是宗教，教会是教会，教会不是宗教，宗教不是教会。不这两口子，什么叫教会？以基督做头的叫教会，以神的道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叫教会，以神的道作为真理的标准呢，这叫教会。现在不讲神的道，以家庭为头的不叫教会，把耶稣教基督教会把基督推掉了。好，他现在是基督教会啊，还有什么教会呢？安息日教会，还有三字教会，还有家庭教会，还有弟兄会，还有奉行会，还有五旬节啊，等等等等。现在不要基督了，把基督推到你上一天新郎上一天给我，再做新郎。教会是新娘，对不对？新妇得以谁为头的叫教会？先把基督推掉，放前面放个家庭。教会是属地的，是属天的。把家庭放在前面，对不对？把三字放在前面，对不对？把安息日放在前面，对不对？把弟兄会放在前面，对不对？奉行会放在前面，对不对？都是错的。就像今天我娶个媳妇啊，我娶个媳妇，这媳妇她是我的身体，我是她的头，她得听我的，对不对？她现在的另外来个男人说你走开吧，我领着她走，我做她的头，对不对呀？合不合理？正在结婚的时候，新郎是基督，对不对？新妇是谁？教会。我现在把基督推跑了，我在前面加上家庭，错误。我在前面加上三字，错误。我在加上前面加上安息日，错误。我加上任何的地方都不对，唯独基督在前面做头的才叫教会，对不对？现在人大胆的不得了。给自己起个名字，就告诉你我是三字教会，我是家庭教会，我是什么？卫斯理会，啊，是不是？我是这个会，我是那个会，我是大公会，都不对，唯独基督在前面做头的才叫教会，在罗马神的教会，在以弗所神的教会，对不对？在哥林多神的教会。不是神的教会的，是家庭的教会，错误。你的教会不属神，难怪这么多年教会都混乱，难怪混乱。混乱的原因是在哪？就是因为
投错了，对不对？投错了，下来整个都是错的。真理不会讲对的，上帝也不会启示，因为你不高举基督，你的教会里不是举基督的，而是举人、举家庭、举三字，给自己树立一个名字，去把自己标榜起来，就成为教会了。那是不是教会呢？不是教会啊！好，休息。